看呀，很多鱼人玩家打鳄鱼这种要被钓到，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直播会好一点。就把波浪剑，波浪剑是能抓死的，躲掉，普通。 岩雀有点危险，支援不了。打这种战士肯定是没线的，没法支援，只能让他先走吧。过去得被打死，反正尽量先插眼啊，尽量先插眼，没办法，不行，过不去啊。 你一小兵，你有意思呀你？这下路二打三吗？我靠！干嘛？二打三还怎么玩？ 哎，艾克人呢？我操，往哪溜了？看你能不能抬到他！太弱了。 抓不死，他这种骸骨刷了。他闪现 W 轰怒我就死了，闪现 W 轰怒我是必死的，各位，因为他闪现 W 我很难反应得过来，你们知道吧？但是我想准备一下。 先拉开。呜呼 ，nice。 闪现提前拉开，不给他这个闪现 W 的距离，知道吧？因为我经常打中路鳄鱼，被这么鳄鱼这么杀，所以这都是经验所得。我现在直接教给你们，你们少走了七八年的弯路，等于说，正常对线鳄鱼这波必被他大闪现 W 死，闪现 W 红龙一定加点燃 AQ， 我们动都动不了就秒死了。 因为我对线鳄鱼经历过各种死法，所以说非常了解了啊，非常了解。他各种杀我的方式都在我脑海中会过一遍。这样子我们就稳住了第一波非常难打的这个节奏，接下来再跟他发育一下。 我们一起来能推线的时候，就没有这么怕他了。但这把难赢啊，下路有点炸，下路被穿线了，二打三过分了，下路，说实话。就到你前面去了。 你扛两下他，你也不行啊！说实话，把就要结束了吗？请问，应该不至于吧？
太不精明了。试一下，我准备好了，抓不抓到时候也得去试一下，不然这老子在中路不行。好像被发现了吗？不要了，我靠，很危险。还有闪现，没办法，没 Q 出来，我 Q 出来肯定能换个快克，怎么说？搞点钱呀！没 Q 出来。拿了一个终结，鱼还在，岩雀才四级啊，不好打。哎，你赶紧去做补线。没大不线、啊、大鲨鱼正在接近大猎物，哎，可没想，但是我还得把杜神吃一下，他们下路两个人没闪现吗？我觉得我正常蹲也蹲不死，我正常蹲 AD 六级了也蹲不死，说实话很尴尬。到了，哦，你这样的E过来吗？带走凯旋，好，他死之前还是可以把 Q 打出来，不过我跟他这样一换一我觉得不亏，真的，我想省个闪现，我靠，炸的不行啊，我的天呀，AD 没大没闪的，他技能全被我打出来了。我准备
好，这也能晕到我。那个大刀没开出来，兄弟 ，nice， 翻，翻了。AD 刮痧呀 ，AD 刮痧。热飞起来还是好打的，啥你也不要想得了我，刚起来就死了吗？运小兵。OK。Double kill！ 呜呼！这波一起来躲鳄鱼的晕还可以吧，各位？充分了展现的鱼人的灵活与灵动啊！古灵精怪，这就是古灵精怪。这个蓝量还可以再搞一会儿，一套的蓝很够了。岩雀的还通了，他的2000块刚好正合我意，这一波我并不想买沙漏，我想买秒表，所以少得100块正合我意，不然多得100块我还反而有点难抉择呢，知道吧？有点难抉择就不好了，因为2000一刚好可以购买沙漏，但实际我是不想买沙漏的，但如果够了2000一沙漏的钱，我不买沙漏我会难受，那么就最好别够，然后买书。双招直接砍，够果断呀！够果断呀！鳄鱼还会带吗？鳄鱼？啥你也不要想得了我！应该能抓死，抓不死。好抓，OK， 可以。我操，我跟风女真打不动他呀，真打不动。公路的线。漂亮！
杀了，带走。打不戳他，准备，准备躲掉，问题不大。Q 杀了，刚好可以把伤害打出来，再 Q 杀了，然后落地起来一拆斯莱克，非常的完美。红女，别老跟着我，红女，我得吃兵发育了呀。带我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有和有两家。还不行，你能秒我呀，哥们！给我拉开，拉回来，死不掉，没死，没死。你再弱，你的输出也有限呐！一起来 Q 弹一下 ，Q 拉开，不急，拉开，拉开，拉开，打不了吗？一起来，看能不能踩下石头人 ，Q 石头人 ，A 一下 W， 一起来再踩一下 ，OK， 踩一下 ，A 一下带走 ，Perfect， 回上，骇客买了个大影魔刀，不管他，他买大影魔刀我也不管他。排掉的眼，不是僵尸守卫，有一满满血手。石头人的话没有魔抗啊，打起来是非常非常痛的。给他踩一下不急，敢打我三环吗？急死你了吧！哎呀！Double Q， 再 A 一下，起来踩一下 ，Triple Q，A 一下 ，A 一下，一起来，一闪夸张 Q， 再来个五杀吗？请问，一起来踩一下鳄鱼，开杀喽！不急 ，A 一下 ，Q 一下 ，A 一下，打不到，啊、这一波操作行云流水，太美了吧，各位！那就来吧，无奈可打到三环啊，是很关键的。没用啊，没事，先吃鱼，可以起来，一被他碰到死，哇、哦、，nice。骇客来了，骇客来了，别给他打，出来再死也一样。鳄鱼还在出魔抗。但是他出魔抗。马上法伤了呀！卡莎很装逼啊，卡莎，这都敢飞！我去再送个二塔吧。
算了，不能这么狂，这样的硬拆有点太狂了。来，反过来嘛，请问。开杀喽 ！Q 一下，一起来走！我操，这样能击杀我，行吗？展现成绩！可恶啊！其实我早就应该挂他点蓝，这个派克，挂点蓝我就不用追了。没大的，没大的，没大的，拿错人了。我还是想把上路塔拆了，拆了我直接法拆帽，还是很重要的。没有支援就拆塔，中塔为什么没人拆啊？中塔拆一下，完全可以拆。你俩现在别跟我，哇，打你一趟，这么狂吗？带着，还觉得你无法无天呢？别急，全胜时期。嗯，连八百多，八百多点是有。再吃个红。这个红非常完美，而且也没有人追。开在浪花上，埋伏一波。看会不会有人过来，最大的鲨鱼啊，就点了一挂交闪现吗？这个闪现交的没有用呢，还是要拆塔呀。永恩就别回去了嘛，永恩你回去干嘛？回去干嘛？请问，艾克来了，直接秒了，看不出大，完美，带走 ，OK， 一起来踩一下，一起拉开 ，W Q， 拉一下过去 ，A 一下，还是闪没闪好，说实话。他打不过你，他没，我靠，没点燃，没闪没闪没闪，哈哈、哦、呀，真的差一点啊！AD 去啊 AD 啊，
们开这些 T 线干嘛？我靠，这 AD 这是演员，说实话。爸爸都有这种人，你去中路，去中路送也不跟他们打龙呀？哎，我有点看不懂。过家吧，好，这怎么团还？想看戏法吗？但他们有大龙 buff 回来很快的，我感觉我也受不了，也就回来了。伤害差点。烦，巫妖没有用啊，巫妖。不要没有用，咋你也不要想走了我，有杀戮，对面的团战其实很难赢，我们这边五个水平，想赢的话这一把我得用我的声东击西来赢，这一把得用到声东击西，有，我操，快，我也死了，受不了，被一波，被一波了，哎呀，哎，连跪，连跪。